生，熟悉又陌生这样。嗯。刚才你是想牵我的手，还是你知道，只是一个你在一个 pose， 我有点 catch 不到，我差点。是还是那是惯性的动作？然后我想说，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其实啊，我们演唱会就连续11场嘛，昨天唱完，那每天演唱会下来呢，其实马上就是滑 IG， 要看公主今天的造型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今天这个 OK 吗？今天这个喜欢吗？喜欢。你们之前可能就是看我穿比较露嘛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你没有看过我的胯下吗？什么啊？你这个高叉，我现在流行。看那个胯骨，胯骨，对，不是下胯，吓死了！想看胯下吗？不一样，胯骨，对，我现在上面的包很紧，然后露胯骨这样，嗯，可以吗？嗯，我不晓得，我以前没有注意过。那你不没哦？我很乖。我想说来一点不一样的，嗯，好。嗯，真的很不一样，我整个腔调，真的腔调了。对，因为我前两天看 IG 啊，就是有一套是那个《冰雪奇缘》那样子的，就是说啊，我们上台的时候会不会在那个公主穿这一套的时候？哦，你喜欢那一套？喜欢啊，很爱，很想帮你转那个背后的发票。哦，那你早点上来啊。明天还有的话就上来转发票。然后昨天又看到一套，那不得了。嗯，红色的那个，那所以今天有点庆幸，就是不是在那个红色那一套上，不然整个唱的音都是歪的。但现在好像也没有。到底想说，到底要看叉叉还看内裤这样？那今天那个之所以刚刚那个天空可以完整唱完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在你的右边。在我的右边，对的，因为你是开这边，对，所以刚才冠佑打的鼓都是歪的，不太好，都是歪的。